重心經，重心經。靠神靈，情況敏堪如此光景，亦記當初約定作成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色即時空，空即時色，色即時空，空即時色。所有因緣緣凡於是。心境普出時寂，得當平靜，解開鬱結，心中不憂慮啊！歌中暗香映，聚到荷塘映花影，我心啊悔多煩惱，言太不應。哎呀，我點解會咁嘅？不受控制喎！呢度咪就係我好耐以前嚟過嘅長洲太平清沼，仲有張寶仔洞喎，有飄雪巡遊添，哦，好靚喎！哎呀，點解會咁嘅？我竟然跟住飄雪巡遊嘅移動方式喎，唔通我有超能力？既然是這樣，我不如打坐參透當中的玄機啊。
我睇到啦，原來我前世好友叫做莊仁森喎，佢係我同學唔通？啊？袈裟跌咗？唔係，係衣褸啊！又有暗示，著翻對鞋先。不過我還差一樣，未去睇搶包山比賽啊！喺邊度呢？之前又找不到一個大空地，所以都未見得到。奇怪了，為什麼景物會變來變去的呢？玩魔術嗎？好高啊，還站在我面前，好漂亮啊。先唔小心撞咗牆壁，真係真唔準。可惜唔砸得呢，因為我未報名，可能係幻覺嚟啫。一部平板電腦嘅。咗包山嘅相，啊，奇怪啊，真系，哦，睇真啲，原来系投影机反射落嚟嘅立体影像喎，仲揾翻我之前放低嘅平板电脑添，喺平板电脑见包山相。喜歡欣賞大髀，唔錯。那花下派，那技藝好好，亦氣飄飄，情形可難忘。我想到了，如果我可以呢，可以見到莊任新他呢，就唯有在大房發夢見到佢啊！希望可以靠呢個超能力再次夢到他。疲倦想翻房去睡，亦疲房中相見，感覺離奇，靠哪座和護膚哪內容？去向我打招呼，話過是他好友。為何此？為何此？說出意念時，猶如夢中的係是。啊！我翻房瞓啊！
多謝欣賞。